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啊，再变种的 BA.5， 即马已经扩散出去啊。地区的本土的疫情，佮开始咧清管啊。昨昏新增加本土的中国病毒武汉肺炎，挖近30,000名，含顶礼拜的拜三比起来，加清管了15%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伊咧讲呢。讲疫情清管已经确定啊，后礼拜恐惊吼，干那独一天有可能拢会突破30,000名以上啦。有果伫9月中下旬进入了疫情的高峰，提醒脆弱的族群，包括吼有岁的年龄的长辈时代，包括吼幼童的族群爱注意。连续来几日讲新增加的中国病毒武汉肺炎，拢比顶一礼拜同时阵搁较侪，搁较增加。中国病毒武汉肺炎昨昏新增加28,397名，含顶礼拜的拜三比起来，加悬了15%。本土的疫情啊，升温，即马已经是确定啊啦。BA.5 的疫情高峰，嘛对原本吼预估的9月底、10月初啦。提早进程来到9月中下旬，面对着疫情的升温，王必胜伊安尼讲呢，对有岁数的长辈时代，包括幼童啊族群，有三大保护措施，包括吼持续现行的住宿的长照机构啊，体检甲吼提迄个治给药机制就对啦。加强社区65岁以上的民众吼，镜头的体检甲确诊的解药，啊，包括鼓励囡仔吼、儿童啊、预防下啊出力住，维持着吼确诊的儿童就医会当顺序。昨昏有18名死亡的案例，其中13名无注满3剂的预防下。王必胜伊嘛咧讲，民众应该带咱的长辈、带咱的幼儿去注满预防下。这两大族群无注意防下，尽量减少出入吼人潮济的所在。啊，而且了对啊，撇免去餐厅食饭，照顾的人必须要吼确实把手洗好清气，嘴暗一定爱甲挂好掉。医疗应变组副组长刘一军伊表示啦，含进前所谓的 BA.2、BA.5 的致病率。并无啥物差别，无共款的所在啦，只是伊的传播力较强，啊有重复的感染的可能性。虽然对欧美的资料来个看，对着中枢神经的影响无大，但是最近香港已经爆发出吼有脑炎的个案，未当吼对儿童的感染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出现了这个啥啊，出现了这个脑炎放娃娃，爱谨慎，爱注意。诶，伊着教吼 BA.2 诶相像款诶规格来做对待，听众朋友，所谓诶 BA.4、BA.5 就对啊啦。嗯，当然伊感染着伊诶致病诶迄个致病，咱无讲无一定是代表足强啦。嗯，啊，但是伊传染力足强，较强爱注意哦吼。嗯，啊，所以吼，咱伫只咧提醒吼，这种传染力强诶即个病毒就对啊啦吼。要过来，所以咱这个中本啊，还未去注满预防下吼，尤其即马拢开放注四剂啊嘛吼，赶紧去注，包括囡仔嘛，赶紧去注就对了吼。咱今仔日有看到两篇相关的报道，咱一篇特别报啊，下晡有闲啊，过来补报安尼。嗯，这张指挥中心有咧讲吼，讲即马这个疫情看起来有小可个咧加温啊，就对了吼。啊，所以有可能到即个就说后礼拜吼，迄个昨个新闻咧讲是讲到后礼拜可能会突破30,000安尼就对了吼。好啦，啊，这有哪会作注意的就对啊，作注意的哪咧注意的，含即个看袂到的物件咧变吼。即马真侪较严重的就是讲。免得随便得有哦，伊种通咱过去所念着迄无同啊。嗯，这是个变种过来。变种的对。哎，啊！伫台湾也袂大爆发着。嗯。即嘛一个乌龙，一个安尼，啊无，大家咱台湾人哦，已经新闻拢差不多拢开起来。哦，新闻即嘛放作松的。放作松啊。嗯，即嘛新闻放作松。新闻放作松了，对啦。对对对。啊，注意哦。嗯，你甲看哦。咱卖讲迄落闹热的景点啦，也是安那。你看去敢那办一个活动尔，迄种人哦，
根本就敢那像，已经无啥物中国病毒武汉去啊嘛，疫情迄种感觉啊嘛。美术过正常生活，拢咧过正常，但是这画着嘛是画着，还要注意的。啊，即卖免电视、免电话，那是叫别开的，中间就对啦。这传染就悬啊，悬啊强哦，哇哇，这嘛爱注意的，别呐，咱是当呼吁讲。心无唔当贵，拢生气啦！生气你会感觉袂注意嘛，安尼嘛，袂注意嘛，食物件啊种种就对啦吼。即摆有诶开始无咧挂口罩安尼。有啦，我看到都真侪啦。运动啦，运动诶人啦，运动诶人可能有诶就无挂啦吼。啊，但是食饭啦，他种种啊，当然啦，哎，有生理，大家本来有生理嘛，对不对？真的是两难，你讲安尼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好，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，阿连咪再个倒转来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我来感谢。感谢，非常感谢咱做敬爱永吉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对吼。即马是广告时间啦，要来介绍咱信山公司优秀的产品，许多山顶即个产品就对吼。欢喜的喜，多笑多，山顶的山，咱台湾全国，多干来咱信山公司台湾人俱乐部伫咧贩卖呢俩，无第二间台湾贩卖一模一样的处方就对吼。所以永吉大许多山，即边是咱招牌。也是台湾俱乐部建立的招牌了，对。所以这种经营之下呢，就希望咱永续化，对咱身体上这个保养，这一定要做。你会啦，渐渐地住在中间就对啦，伊的毛病渐渐地身上也产生。啊，产生的中间就对啦，有人说吼，啊，你若无去好好来个保养个好些，还是保养唔到物件来训练了，伊继续伫咧产生身体上的毛病了，对。只要有一味好的产品，互你咧服用，咧顾这身体的顺畅，有可能你因为安尼，你的身体会比别人更加用。加五年也好，加十年也好，将扣掉了掉，这是保养的阶段。啊，那无食掉了，有可能吼，你看别人同款的，啊，规个好啊，规个乌沙沙，胃口起错啦，规身体上迷茫茫。但是你若食到物件，食到许多山这条产品的中间，就对，有可能你的身体上，嘿，真好，别人咧迷迷毛毛，咱无，加单一只，加两年也好，加三年也好，加五年也好，将扣掉的，只是拢保养的加单，东西大件也才装备有，哪有需要？你做你拍电话过来，不管你食心脏药也好，不管你食血糖的药也好，不管你食高血压的药也好，就慢性病药也好。拢总无要紧，许多山你会当加落去食，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就对。这是咱许多山食物性诶，迄物件上盖好，互咱斗阵诶物件就对。所以欢迎去多少多山顶诶山，有需要，于是你拍电话过来，跟做详细询问吼。尤其抵抗力量，这抵抗力真重要哦，免疫力都真重要。咱若无免疫力，你头晕嘛暗尔。风吹草动，敢若一日落雨啊，刮着、压着落雨，天气在变化，你身体上就会出问题。所以这边个恁尽量有抵抗力，有无？许多山会通帮忙你，帮忙你做身体上的保养，包括抵抗力量了，对吼。欢迎去多少多山顶的山，软骨素、骨头啊，骨头无好，咱食软骨素，这大家拢听有啦哈。软骨素，这骨头啊，有一个骨头是食骨头的。要然是这无种软骨素的处方，要安那保养，介绍我身上些，然后需要你这里拍电话过来吼。出来个金立平的第二代，目睭叶黄素，咱的金立平的第二代相关拍的，这种物件大概讲一百拍的骗人，无得一百拍的，天然的物件，天然制造的物件，无得一百拍的对。人有较悬的物件，你做你食，咱金立平眼睛是算相关级别就对了吼。第二代吼，稀土通对这糖来保养，大家拢知影。糖啊毛病，迄无保养袂使食啦。咱的稀土通食去了后，互咱这糖啊壁拉伤放放我处理了对，而且保持清气上，你较袂得遐糖啊病吼，这互咱做了解。我保伊就清，哦，这药店嘛讲啊真详细哦。这五行处方所提炼的米麻椒集团，台湾多干来咧做呢。
就干来咧做尔。即对即个血液的保养，血液绝对袂使有落去，落去会真危险。吼、哦，大家拢知影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即让你会清，啊，老头会顺数了滴血液五保一路清，保顺健。听众朋友，咱年岁较有诶吼，拢会安尼，放尿拢袂顺数。咱好好来利用保顺健吼，拍电话来叫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当食安尼就对啊吼。血红素，日本、韩国一年销售5000万粒，台湾的人，尤其妇女，甲老一辈的乡亲团吼，欠血贫血的人几率相当相当的高。若有需要，你做你拍电话，甲咱做详细询问血红素，0800-0500-5868。好啦，非常感谢咱。好嘞，感谢阿兰哥回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，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，0800-0500-5868哈，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，啊，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，无清楚无了解呢，电话甲打过来，公司拢会先困，啊，来甲咱做回答啦哈。好，头拄仔有咧讲到即个台湾的疫情吼，即摆又搁啥物咧 BA.5 的啦吼，啊，又啥物变种的即落吼，即拢爱足注意着着吼，哈、啊，咱即同款啦，即个防卫心吼，简单讲就是讲即个警觉性爱搁找倒转来啊吼，我看咧到着规个咧排队排迄落型的吼，因为阮家要转去阮家吼，迄有几啊间拢所谓的网络名店啦吼。啊！迄个网络名店吼，台南人根本都袂去食啦。是，迄拢我咧外关起来。最近即两间咪讲过好，啥物去米其林去？哎，对啦对啦，还算他妈上界无聊的，就是迄个物件，因为食物件个人的口感无同。嘿，食物件，我这当然这是咱个人的讲法啦吼、嗯。有个人最爱推荐人食讲倒一间好食，但是阿星阿总来无人推荐即个物件，因为安那。我讲好食，钟大哥伊食起来，无一定感觉好食，对啊。啊，后日若讲好食，我去食，反正讲，即落你也咧推荐，啊，毋要加用酸咧。袂啦，对毋对？啊，你即个我讲，你若好食，所以我若食歹食，我有哪袂解酸？啊，所以即落啥物咧米其林啊，是啥物碗糕有诶无？啥物咧推荐，啥物倒几间啊？来，我拢看看。对着这个乌克兰吼的金钱援助，包括军事武器的援助吼，咱台湾嘛伫昨昏送吼乌克兰154条的病床，去到这个乌克兰的基辅吼啊，要来吼给因遐受伤的这一寡吼人民百姓甲官兵吼来做治疗使用啦。啊，咱今日有看到报纸吼，看到美国包括英国这两个国家吼，会当讲对这个乌克兰甲俄罗斯开战以来的对啊，已经唔再捐偌济钱出去啊，包括军事武器。咱今日去看到美国搁再追加吼30亿的美金来送予乌克兰的对啊啦。乌克兰战争一直来到第24日。就是本个月的利息就对了啦，已经吼持续6个月啊。当天的同时，嘛是乌克兰独立的纪念日呢。乌克兰的总统啊，泽伦斯基啦，发表谈话的时阵啦，伊有来吼啊，讲出着这个誓言啦，讲这个乌克兰吼将会奋战到底，完全无任何妥协。无任何让步的余地啦。后面甲真侪国嘅领袖嘛，拢同款表达吼，未停止对乌克兰独立、甲勇敢奋斗的支持。英国首相强森佫再一次来访问着乌克兰的基辅，包括美国总统拜登更加宣布追加吼支援乌克兰30亿嘅美金，吼30亿嘅美金的军事武器。泽伦斯基伫录影带伫谈话当中强调啦，我无在乎你有虾米款的军队啦，我只在乎我的家园啦，我会吼啊为伊奋战来到最后。乌克兰绝对袂放弃为伊的自由，无受到这个莫斯科支配利剑。
伫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七个月的时阵，全世界各国继续对着乌克兰提供了吼源源不绝的军事武器，包括吼外交的声援。美国政府24亿，搁再宣布上新的一轮呐，就是吼29亿8000万美金合台票910亿的新台票的军事援助。重点伫咧协助乌克兰的中长期的防御武器，包括即个拜登伫声明当中嘛咧讲，讲只援助乌克兰吼，将会确保乌克兰会当长期啊持续来做主位啦。美国用力来支持乌克兰吼，支持吼伊奋战，继续奋战来捍卫伊的主权。另外就是这个英国首相强森呢，在这个基辅甲着吼泽伦斯基，搁再一次来见面，宣布要追加吼5400万吼的英镑，大约差不多吼啊19亿过2000万的新台票的军事武器来做援助，包括2000台的无人机。克兰的方式开始做了改变了，对啦吼。较早美国援助乌克兰的军事的一寡只装备有无吼？迄是美军原本的库存的物件，就是讲伊仓库本来就有的，直接调出来就送乌克兰。伊速度爱紧嘛吼，因为战争打开始，战争打开始，所以速度爱紧就对。啊，即马美军已经开始啊啦呢，要改用那个啥，更加先进的武器啊。啊，较先进的武器就会比较较慢淡薄安尼就对啦吼。啊，但是吼。我也是想要甲这西方民主的国家讲，你莫甲乌克兰白卡白手啦！你送武器予伊了，你都唔通甲伊限定，讲你袂使拍着俄罗斯啊！哦，恁这种限法无义无术嘛，这要叫人安那战争啊？袂使去拍俄罗斯，等于输在人拍。对啊，你等于甲白卡白手啊！对啊，我送予张大哥一双足好个无线骨的手套，足好个哦。你袂使搞用钱，但是你像完全袂使钱着对方啊！啊，你送个要弄哪位啦？哦，所以我讲我的意思就是咧讲，啊，昨吼是乌克兰的独立日啊，独立纪念日吼，24号是乌克兰的独立纪念日吼。39年。哎，啊嘛是乌克兰伊即个着做甲俄罗斯叫入侵满6个月多半冬的日子，昨一个人突然间怎出现伫乌克兰的首都基辅？这两什么人呢？这两就是英国的首相强森啊，咱突然间又搁出现伫遐了，对个啦。去甲因叫先，简单讲啦，就是去甲伊支持吼，啊，甲因迄个做讲英国永远甲你徛做位，英国伊本来就爱甲乌克兰徛做位，今仔日乌克兰，你啊核子飞弹会毁掉，你英国就是其中一国嘛，就是美国、英国、俄罗斯三国做位签协议嘛。对不对？啊，保证乌克兰，你把遐飞弹毁掉了，乌克兰你袂受到迄种所谓迄个战争啊。所以国家美国爱付最多责任。对，啊，美国就较紧啊，送大堆武器予伊，安尼就对啦吼。所以，即个当时啊，即个国际咧签即个约吼，咱来永远记咧，那是民主国家互相签的约，迄是有效的啊。啊，即那是签的约内底，其中有一个是独裁国家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三个签。你看一个独裁，啊，一个俄罗斯啊，特甲拍，你无看嘛？好，那好啦吼，啊，这个乌克兰已经破百，所以实际起来，我们要够气魄了，对啦。伊讲哦，39年的这个独立纪念日的时候哦，所以实际讲一句话啦，完整的乌克兰，这是战争的结束。嗯，对啊。完整的乌克兰，这是战胜。迄外国人讲这话吼，敢那较简单，咱互咱听得够听吼，真震撼嘞。那因的文化拢较咱较无同，较无同对啦，嗯对啦。你敢那讲一句话尔嘛，完整的战争了对啦。哦，这是对不？迄个啥乌，伊迄个完整的乌克兰呐，这是战争的结束。对啦，就是讲我一个所在袂使互你俄罗斯退去，安尼就算。不完整，伊的领土袂使判去任何一个所在，所以世人讲，我绝对要提回克里米亚，可能这个所在去予占去啊。克里米亚是上早去予占去，上早。啊，当时乌克兰反应无大，啊，反应无大，国际上也无啥物反应，啊，就造成俄罗斯认为讲，啊，你拍乌克兰好拍，对。啊，当时这个克里米亚就是这个做啥？这是2014年，就去予俄罗斯给吞去啊。是，2014。
咱台湾的讲话呐，反正人外国话来讲的话，外国话嘛讲，哎，台湾人咧讲话，较拢才艺术啦。阮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阮的名叫做中华民国。切人外国人翻起来嘛，讲外国人替翻，我是台湾的，无你讲中华民国。对啊，啊，结果人外国人，咱台湾的这句话，我外国人。对对对，咱也是电视看到任何国外政要啊，哎呀，大家咧讲到台湾，讲台湾，台湾，台湾啦。倒一个咧讲中华民国，啊，偏偏你台湾政府家己在那白目，靠呀，来中华民国。啊，你来个没家己啊？这不是咩啦？放瓜放瓜，这不是咩啦？这是咧甲恁讲哦，你中华民国卖讲会死你啦！我问安尼啦。你就讲台湾，但是咱对对外讲，我讲台湾的。我知，无，我意思就是讲，在树底下啦。我台湾的。咱对国外来的访客，嘛是中华民国台湾，嘛是家己安尼讲啊，嘛是家己安尼咧讲啊。所以，台湾的啦。哎呀，这个 public of China 这个物件有无吼？坦白讲，真正是唔能够再讲啊。咱就用台湾啊，外国人听嘛，随听有。这外国是拢像咱台湾。倒一个是称呼咱中华民国，你甲我讲。有现代化的啦，系啊，甚至甲咱所谓还佫有邦交的迄几国啊，咱嘛称呼咱台湾。对啊。啊，何况即个无邦交的啦，吼，美国啦、英国啦、大国的，即个，大家建国嘛拢讲台湾啦。对啊。啊，偏偏咱家己的政府官员，你若无用中华民国，是恁祖公也是会掠狂呢。啊，恁家的香炉是会变鬼呢。国民党会掠狂。想无咧啦，国民党咪讲国民党啊，所以国民党他妈唔知咧炒小热片的，唔知咧创啥货。即卖你的中华民国，你家己唔敢保护，即卖是由阮民进党咧保护你中华民国呢。是啊，你唔知是咧炒啥，那个看拢无。是啦，大家拢保护啦。啊，大家拢咧保护好啦，嘿啦，哈。这个乌克兰这边的战争打开始吼，因为迄个无人机吼立下真大功劳嘛。对啦。吼。做迄个标定着，迄个坐标了后，迄个炮弹拍落去拢足准的就对啦吼。我即几日啊，有哪拢有下晡时啊，十点外吼，要我七点啊，先啊，恁有听到无？飞机有哪飞啊？无人机是拢有逐天咧飞啦，还是顶几顶礼拜的，唔来倒一天啦。哦，我甲算，连续六只。安尼，我迄天。哦，迄个，阮遐就有够清楚。因为阮兜拄啊好，就是台南。机场有无吼？可能机起飞起来了后，要考过来，要考过来，伊要考，开始要考啊。弯道多少？听到呢？吼啊，弯道就是迄个了，阿胡林机来要转来，我嘛知影。因为转来时阵也经过弯道头前，所以我拢知影。嘿，拢有听到迄个胡林机好。我特工咧飞咧。特工咧啊，特工咧。无人暗时啊，六七点钟的中间咧出。都八点外嘛有，对，八点外都还有听到咧。你等我在你困，我你雨落啊，大嘛你飞。系啊，我真正迄个。所以阿强的特工都来咧撩乱啦。对啦，阿来用石头咧啃安尼啦。对啦，差不多。夹屁了，真正。哦，对，没啦。昨新闻咧报，大家有看到嘛？吼，咱顶日啊，拄我咧讲到这个了，做啥？迄个太警察咧。嗯。大家咧讨论讲，警察用枪的时机是不是应该让因较放宽的啦？让警察较勇敢用枪，当然不是叫警察恶白大人啦。不，好，当然不是。警察嘛，不白大人。嘿，但是你让警察用枪的时机，同款道理，我即摆嘛要讲的，就是讲，你敢袂当让咱的外岛的兵啊，也是咱家己本岛的兵啊？用枪的时机，甲放松一下，好唔好？嘛是会当啦，可以开一下枪的，好唔好？我是较唔盲讲，飞过中线就甲拍落来啦。飞过中线也袂使啦，规则各种国际法的规则，爱飞入领空领海。我讲恁听啦，国际法这是对故意人咧讲的啦。啊，咱都故意人咧。乌克兰，啊，咱就是故意。俄罗斯的战争，俄罗斯有迄个有咧去遵照国际法无？今仔日我看到上新的一篇经，迄个报道啦。俄罗斯伫乌克兰伊占领的土地内面就对了，起铁笼啊，起铁笼啊，甲迄个乌克兰掠着的这个军人全部甲关队内面入面，关队内面入面准备要甲审判，结果这件代志闹甲对对伊点知，闹甲对联合国去，联合国起错错讲你已经犯着战争罪啊啦，差不多讲五百遍啦。啊！你联合国受什么路用啊？啊！你就是根本的一个乌德组织。咱讲实在，乌德组织看因老细去用傲慢去，老大个出面去讲话呢，甚至个动刀动枪去玩街小巴呢。你联合国可能伫遐背啊，尖尖叫大细声。今仔日咧乌克兰去互人占领的土地，今仔日俄罗斯伫遐起铁笼啊，甲掠着个乌克兰的军人，甲关入铁笼啊内底。
你今仔日你所有的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讲，你这已经犯着战争罪啊呢？你互因无自由，啊，你搁要甲因审判，这安尼袂使。即马的迄个联合国就对啦，足惊的啦，惊讲吼，遮的迄个战俘就对啦，去互即个俄罗斯掠去，去互因刑求，啊，去互因不懂的即个啥判罪安尼啦。啊，你讲安尼肥安尼，你有啥物路用啊？比一个欧德组织佫较无路用。欧德组织老实去用阿基的时阵，老大嘛出面去讲两句啊话，唔是你都讲一杯尔，无效啦。啊，平常啊，咱无咧讲，咱做爱加入联合国的，我知啦。平常咱无咧讲，讲较早讲为着要推翻台湾，加入联合国啦、立联啦，甚物种种好，大家热泼泼，我嘛是做咩啦？系啊，嘿，啊，到即马。但是感觉联合国这会当秘密秘密，袂当秘密做事，交钱啊！这政府家己去看着办啦，我无啥面子啊。联合国安那啦，秘密就表示讲咱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。你话，那替人啊？联合国有咱的习惯啊，替人啊来对啦。这无啥物会啦。嘛啦。想讲这也对啦，吼，安尼啦，这也对啦，安尼啦。咱任何武器，拢必须爱对天拍。无论你有看到迄只无人机啊无？拢爱对天开枪了，对，就是讲咱讲，拢国规个金门岛，兵兵点点拢枪声就对啦。安尼表示讲，咱已经知影你飞过来。虽然我拍你袂着，但是我有动作。啊，昨个新闻是啥？昨个新闻是迄讲应该是大胆啦，大胆岛啦。大胆岛是伫金门，佫较头前。大胆岛的守卫军讲，突然间讲看到头壳顶讲有迄个中国的无人机啦。啊，伊讲是民航的啦。啊，咱不管啦，不管伊是民航啊军航的。已经飞来个大胆岛啊呢，就是已经飞来到领空啊呢。大胆岛的领空。你莫讲我讲。全开了个拍了。对啊，啊你卫兵，伫外岛的卫兵，即卖外岛卫兵身躯顶拢派枪，但是你有假枪支无？我唔知。我那时阵伫金门派枪，以外身躯顶是拢枪支的呢。那时阵还佫做紧张。系啊，我阵身躯顶是拢枪支呢。哎。你看到无人机抓徛伫遐看，啊，另外有两个兵啊提石头起来啃。手也无咧。真的啊，遐皮拢出来啊，提石头起来啃啊。表示愤怒。啊，结果咱的军方的高层安那发言，你敢知？讲咱的兵啊，实施着随回报，当时做出干扰无人机的动作。啃石头。叫做啃石头。啊，咱顶日啊咧笑印度甲中国咧冤家啃石头。啃石头。啊，哪嘛咧，啊，咱家己所在啃石头。你嘛好心嘛，互咱的兵啊。迄、那个情况会用一好唔好？阿兄，你会记即个当时俄罗斯要拍乌克兰的进程？二月二十的进程，迄、那个啥军用卡车啦，包括战车，是不是拢塞来到即个啥乌克兰的边境？俄罗斯甲乌克兰甲世界国际讲讲无关的军事演习，我的军事演习，啊去啊多一工啊两工啊，加无佫洗翻头。即卖大家看到啊，真正的演习，因要吼，因要迄、那个要佫摕东西啊。结果退退当，唔是退退当，佮顶包围都结落来拢。对啊。强匪最近这段期间为台湾咧做军事演习，就是咧模仿俄罗斯安尼啦。伊看下袂倒啦，所以伊拢打东啊啦。这是我用药的啦，因为我含国防部也无熟悉啦，含国阵也无熟悉啦，伊也无可能甲我讲这啦。啊，唔是咧模仿俄罗斯嘛？俄罗斯当时就是用安尼去打乌克兰呢，皆无讲咩军事演习啊，乌克兰嘛。到底唔知道有迄个啥提高境界，无咱嘛唔知啊，结果就甲弄落啊。伊按开战的，迄就较早就足侪种啊啦，足侪即个就做啥，足侪战例啊，就对。但是我只要讲的，就是讲，既然咱都有讲嘛吼，咱的领空，你若未来，阮就拍。咱的军方有讲过这个话哦，啊，咱的领空是12海里，啊，但是你金门甲大胆，咱的头壳顶就是咱领空，啊，迄只无人机已经飞来到江哨的顶面啊咧。啊！甲咱的兵啊，翕啊清清楚楚的。这个时阵啊，准迄个影片是咱的兵将步枪抓落来，随开枪。我讲听啦，兄。迄看，咱计有好看啊，现在。中华民国是国义人、善良人，咱袂去做这代志。无，这会使拍，这无有。不啦，咱这是会使拍。中华民国国民国是国义，咱后日去做副部长还是金门的司令？安尼开来讲啦。等到阮做总统的时候。恁无啦，免做总统，恁来去做金门的司令，金门部的司令啊，什么种种就对啦，反正会当指挥的对啦，你开始来拍落来。中华去反正。啊，咱若袂做，拢免讲。我拿啊，强力用夹枪，枪啊，最好。你两个若袂做，拢免讲个啊。所以哦，错。啊，唔知要安怎，咱得来进攻。吓啊，进攻过了，台湾可能大家过来美国民党咧。来来来，进攻过了，来感谢。
0800-0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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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0-
来要来甲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，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。